nido la bien un han bong. Aleluya. Oh, tua. Han go ti mai. Ai xia. Tua go mai ku. Thank you.
阿门！咱人做一个基督，阿袂领受主的话，感谢主耶稣。亲爱的爸天父，我人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主啊，你怜悯，耶稣赦免我人的罪，你宝血赦免我人一切不义，耶稣，你宝血温抹我人的耳啊，好人听你话。轻轻听主的声，主我人要请你换入心，我人个别做罪，我人修的顽固，主都派的换都医我人的病，派的换偷帮我人的生命，我人将我人的灵魂体交在你的手，你神迹的手，要来改变，要来医治，来偷帮，我人是新做的人，我有新的生命。我有圣灵的感动，感谢主，我人要常常欢喜祈祷无煞，凡事感谢，因为耶稣真够正，我够正，爱汝爱我无条件，我是上帝的儿子，谈到上帝的福分，我有上帝的祝福，感谢上帝，荣耀上帝。耶稣是主，哈利路亚！万人就跪拜，万吹就圣经。耶稣基督是主，耶稣对世个话，耶稣是我的德性，伊让我德性赢过魔鬼的试探，让我德性赢过魔鬼所害的米。我被禁掉耶稣安安无帮，因为耶稣永远无帮害我，无帮害汝。耶稣爱我，深深爱我。Oh, hallelujah! Oh, deeply love. 深深爱我，大大祝福我，高高恩待我。因为我是上帝的子子，上帝特别拣选的，我是特别的。甲主讲，我是特别的。Hallelujah! 我是真正特别的啦。耶稣说你是我的心肝宝啊，感谢主耶稣，耶稣救我医我祝福我，耶稣救我医我祝福我，感谢主，主的话语说出无多对甲你空空，感谢行圣洁的主，我安尼祈祷奉耶稣的名我祈祷，阿门，搭手合主。今日我要分享的是四世纪，就是讲 Judges 第六章，旧约、新约66本真正重要。你信主了耶稣，还是讲人家你讲你读新约就好了啦？旧约是何国仔老板的啦，无用，无用啊！主的话是有意义，主的话有偷棒，主的话有得胜的。你爱怎样？噶期望上帝安怎看咯？你读150篇里面。安尼这啊，上帝一家家顺顺啊，已经经历着上帝安怎伊的款是安尼怎？都读诗篇咯，哦，都爱知人的款是安怎？诗篇啊，箴言会教汝咯，箴言有教着啊，讲咱人唔爱贪，唔爱惹咧好贪，好咧累得死咋？唔爱贪，惹咧累啊，汝有诶哈？贪啦，爱贪个这。所以圣经里面不加多，啊，我哎呦，信耶稣不好，啊，圣经不加入孝顺父母，圣经啊，啲头个尾啊，是讲到啊，上帝爱汝爱我无条件，就是讲汝真正特别的咯，汝甲我真正特别的啊，因为上帝爱汝爱我无条件的啦，伊无讲哎呦，你头毛白我买汝，哎呦，你毛病个条件我唔买汝，无。上帝看到，哇！我的儿子，我创造的啊！女人虽然有坎坷、有软弱、失心地、极心，我照常安尼爱汝。汝感觉到，汝真正有上帝的爱心。会记，人帮害汝，人买插汝，人买管汝。你自己想有但是不知道东西会发生不不知道有发生不不知道要发生不但是你告诉上帝
你吹上帝，上帝爱充满你啊！哎哟，你心啊，真正好食好困了。你吹落滚，你未困，你吹落滚，好，你食药了咯。哦，有个人讲，哎呀，卖做工啦，卖做工啊！你看袂到的物件，真正硬了。我头疼，我不多疼，看袂到的，落滚看会到，你头疼，还没紧就疼，就疼咯。啊，伊无甲你讲夹疼，甲你疼一下，好去了。无，上帝知咱人的心，咱人解决哦，上帝要开始的工作，咱人的问题是上帝的开始，上帝要开始伊的工作。你看到圣经节每一节呐，充满了真正济的物件，咱人要学的。我的主题就是讲哈，基甸，基甸就是基甸。基甸这个意思呢，伊要来针对 ，he's a destroyer， 针对魔鬼的工作。你讲我像个基甸人的话，英雄战士，人听过英雄救美啦，哇！你看到伊英雄救美都是一个英雄大汉哦，有马术的救一个水的查甫啦，还是讲你无水的又无救你咯，踢你落水咯，是不是安尼款的意思啊？我是看到是安款的意思啦，英雄救美人呐、啊，还是上帝爱那人做着英雄战士。你知无？达达日你面对的啊，是一个战争来，你无通惊的。啊，那人福建歌本听过啦，还袂新主的时候，我听到这条歌。做兵做兵免惊穿，做兵免惊穿的就。另外朋友就唱咯，做兵做兵免牙青，做兵佫免牙青咯，让人怕死啊！做兵免牙青，出入平安，写到这条四个字，还得来出头前，有影咩？平安是写字出来啊！真正济物件，咱人目睭看到的，咱人会动到的，咱人会听到的。影响到当人真正大个生命，真正生命影响到真正济。上帝话语哈，要影响你，你一代过一代，靠家清清代。安怎呢？你特别传上帝话落去咯，好多家家顺顺。你唔通讲啊，像个国家那款无想了信耶稣了，你安怎来过路机会过顺过家顺啊？是真正好了。因为你开始了新的生命，你免阁用旧办了，古早的办头是虾米啊？无听话咧，你特别好好假使伊就是讲讲无好的物件咯，就是讲安尼济人有真正济名咯，好的名变个无好的名去咯，啊，你的名是真正好的啊，阿星啊，阿青啊，阿金啊，阿琴啊，真正好听哟。但是因为着你参加着这个属灵的物件，伊讲哎呦，你的生命无好势了，特别改变了，特别改了啊！啥所说明啊？讲你改裤头，还是改裤卡？改来改去未进步，改咯，直直改，直直改。但是无上帝话语安怎改呢？无上无清官，那人信主了，那人特别祈祷。你知哦，达达人的生命不一个破口的咋？达达来家庭搬一个破口的，就是讲无安心、无平安。最最爱平安的人举手，我爱平安啊！我爱我的厝平安啊！我厝喜乐啊！收入安怎做咧？是不是打一个字平安？都得谈掉了。无，还是上帝爱咱人有行动的，去经历，去拍战，做一个英雄战士。你做兵过要压枪。领土改变，每一人都本有领土，都会低头啊！哦，你低头，你特别高。你几多的阶段都是你的低头，别使让人抢去。你爱做英雄战士，让人看圣经几点？第六章第一节开始，这边讲个以色列人搁在行。耶和华目睭所看到的是
无好的事、恶事，你看，你做罪，人做罪了，都跟上帝分别了，离开了上帝。上帝在一边，他的帮助，但是罪来，人跟上帝隔开了，因为这罪破空了，你心无平安，你心无爽了，你心怨妒了，人的心怨妒了，人的心会起哄了，因为无上帝来教导，唔系上帝话语来教导，所以家己行，要行家己行的路，要做家己自家做的物件。这个四世纪里面，你看到头一节就讲了，一人做的物件，一人自家做的物件。感谢主啊！人人信主了嘛，人人会使基督，人人有圣灵来指点教导，人人引错人人。你不应该做的，他就指点你了，你心不是说目睭跳跳，你就没怕要发生，你基督，你心里面有基督，圣灵会跟你说话的，这个应该不应该做，这个所在应该不应该投资，你基督你基督。然后你看耶和华就将一人交给米甸人手里面七年，怎么说七年呢？因为以色列的人呢，一人一站啊，一人做坏事了吼，一人来到上帝面前，人悔改了，因为一人被打喊了，一人念路，念路到无路讲了，一人无话讲了，走投无路了，一人就悔改，悔改上帝真正有怜悯的啊，上帝充满慈爱的啊，上帝讲好啦，我赦免你的罪，我原谅你。你做不切一切不义，我原谅你。你知我主的话开始跟人人讲话了，你跟我上帝的话，不是跟指点讲话，是跟你讲话，跟我讲话。英雄战士，人人特别徛掉，因为耶稣赦免人人的罪，人人基督魔鬼来插乱，你无用啦，你无够啦，你配不起啦，上帝不听你祈祷，但是耶稣的宝血已经赦免你了，你可以祈祷了。耶稣的话语直直开始直直改变你了，你是信主的人了，你行义了，义将不义，你祈祷的时候不义就要离开，黑暗就要离开。你知道祈祷会跟起一个阶段的祈祷，祈祷的这段无相是哈咪咪件，什么区别？祷告会跟这个起这个这段 prayer order 是无相，无相分别是哈咪呢？祈祷是九点先行，八点半开始，到我九点半有节目，个了就是祈祷啊，祈祷祈祷，你需要的物件咯，边啊高等人需要的物件咯，人看病。是这个基督会，但是你本身你分别为圣，就是你起自己的这段，你达达入基督，上帝话继续跟你讲话，是上帝的旨意行到上帝的天国来。伊话我，你问上帝啊，上帝啊，我要安怎做较好？我要安怎来服侍你？亲爱兄弟姊妹，你有服侍主的，你会记会记。你不能来服侍主，你不敬拜主，不对的。每天日来服侍服侍服侍，但是你自己每天礼拜服侍，你没这点心开你的心来敬拜，怎样让上帝来领带，来温暖你的生命呢？还是说你没准备来修，你怎样来谈到这个改变呢？让圣灵来充满呢？你自己本身不这礼拜你不服侍主，你不顺服，你不是顺服，你不顺服主，你就要专心来敬拜主啊！不能看正手多手，你就要专心来敬拜主，一步一步走。你看这个破空已经开始了，因为一人走自己的路，你跟我本身相反，等那人做罪了，那人就没祈祷了，不爱祈祷了。哇，物件来，滴滴阿拉滴滴借来了，阿拉是属灵里面，阿拉滴滴借滴滴黑暗来了。你再要去个祈祷这段啊，你的
要上帝关照了你，像耶稣来看，伊祈祷是上帝关阿爸天边关照了伊，黑暗的压力、的势力都要离开。Amen。相反，你感觉是上帝今日当你祈祷，你有祈祷的这段路，家庭的祈祷的这段，你有哈利路亚教会的祈祷的这段，你特别来忠心来去建立上帝的天国。七年啊，你讲七年啊，我感谢上帝，好我甲我查某人，我今日个了，伫这高等大汉。我查某个后生，伊人本是去打斯加的咯。安尼几年啊，感谢兄弟姊妹学晒伫一边做工伫一边，伊人个影响力啊，感谢打手好伊人，感谢主安尼几年来。安尼忠心来服侍主，啊，有可能一班过一班换了啦，啊，感谢主就丢了啦。你看，当上帝因为伊人的罪，伊人离开了上帝，上帝搁伫帮助啊，上帝搁伫施恩的帮助，但是伊人离开了上帝，家己做家己自家的物件咯。哎呀！七年啊，和敌人来控制，第二只米甸人压制以色列人。你讲啦，你上帝好，你自由好，你逃亡，他那路有一个敌人来攻击你，来拔掉你，你就无通看我的日子了，你要看人活咯。早起唔知有通食无通食，一讲有通食就通食咯，一讲无通食，你就要饿咯。三对变五对，五对变一对，一对变无对，你就艰苦了。啊，无食安怎大呢？无食安怎会活落去呢？这个是属肉体的需要。属灵里面应该有一个救主，有救恩的生命的，有谈到逃亡了的。但是人过多对讲魔鬼讲魔鬼魔鬼啊！我这个节哦啊，虽然是七月啦，七月我还阿罗拔掉了，紧啦，拔掉，拔掉，拔啦，拔他手个无够，个拔外卡，你谈到偷棒了，真哟！这本书个都要多对去拔咧，你是上帝今日这本书，你这边做魔鬼个老仔咧？哇！你笑我咪？你是特别的啊！上帝惊算了啊！你看，这个敌人来做什么工作？敌人来的时候，他没说啊，哇，这个破坑他来了厝了，有 10% 的财宝，金银珠宝，我跟他拿 10% 就好了。有哦，敌人来有啊，我跟他说没，我跟他水盘没，我跟他说，行啊，行，参详就行，我要 10% 就好了。有哦，魔鬼来啊，是全部人听的了，就对哦。如果是电车，如果摩托车本好啊，如果带一个两个四个啊，伊无讲，我已经一个了咯。伊下啊四个，佮你无太无风个了就丢，都别惊，无油，下面不咩做？敌人来，以色列人做虾米呢？以色列因为着米甸人啊，这个敌人来啊，伊人去山啊，去乌坑来避啊。哦，咱人看到新加坡啊、香港啊，伊人坐地铁啊，迄个时战争来的时候，伊人就走去避了就。但是这里啊，山坑啊，你挖个落深，里面唔知落只鸟鼠咯，落只蛇咯，我叫挖个甲蛇甲鸟鼠大。你看这个敌人来啊，亚玛力人啊，和东方人、米甸人啊，三个敌人合作一伙啊，来攻击伊人啊。你讲我那攻击啦，敌人来啦，伊只抢路的事啦，伊个甲你讲参详者，参详者，无甲你参详了咯，你插甲你个事，你有一百块哈，伊甲你加一百二十块，够利息个，你特别好个利息个，你看到？这边落去啊，第三站啊，以色列人啊，达到啊，米亚米吉的事啊，在争的事啊，哇，这个敌人就来了。你拄着哇！你谈到神罗的时，这边搏击一坑，那边一坑，个别多，那边咪夹派啦，哈，注定恼火啦，啊！因为着
罪，人人面对的，人人要做一个信主的人，你讲应做无，坎坷做，但是有上帝跟人人同行，人人要一步一步行，人人唔爱惊吓。你看，落来第四章，你看，伊人来到伊人的所在啊，伊人要抢一样的地头了。好像我讲到，英雄战士领土改变，你领土。你 territory 安怎改变呢？你无保护伊，互敌人入来，伊就破坏你了咯。以后你无平安了咯。啊，第四节毁坏土产，你所在境诶，你看到呐？有个人讲啊，做了不无够啊，啊，去行这个物件，都贪掉诶，不无够行啊。你看啊，敌人来啊，因来到这个所在啊，连那个鸡啊、牛啊、羊啊、啊、骆驼啊，不无流露给伊人。同你讲啊，我跟你讲了，敌人来无跟你讲的了，伊爱十八仙了无？你有一百空一百仙，你受个了？伊无插路，你平安平安，欢喜欢喜，以后你无平安，以后你不多，后你无信心。因为一定人来啊，伊唔是一人来十人来尔，伊八百人个尔，几千几万来个就规定，伊要顾伊家己个了嘛。莫那个讲个路，你是做伊个奴才了，伊做头了，你变个做尾去了。你看伊人来啊，想啊，你蝗虫啊，安尼济哦，伊人个骆驼啊，个人啊，安尼济哦，所以你个地歹去了。敌人来，好多烦恼。当你的祈祷的时，好像真正水啊！迄点声让人敬拜主。你伫厝边好，你就要我来敬拜主。有点声来祈祷来敬拜主。你的灵魂体一谈到一笑谈呢，是上帝的怜悯的恩典。搞路用达达日，你免烦恼，烦恼是有诶，但是咱人有上帝，上帝甲咱人同行。经过这个烦恼的时间，你看啊，第六节、第七节，以色列人因为着米甸人的缘故，伊人更加无力气咯。因为这个敌人来控制伊人，来压力来压制伊人，伊人惊，伊人都呼求，偷偷的呼求耶和华真神。第七节，我再讲一道米甸人的缘故。伊人呼求耶和华，你坎坷的点声，你雷暗啊，雷震，雷受雷的所在啊，你有感觉到直直来直直走，这两年半开的比收的较济，所以你感觉到哎呦，唔知安怎，将来唔知要安怎活，万个直直治疗上了，一做都做。一做工就过来去做工，过来拍拼。人讲我爱拼，佮会赢。但是咱人爱拼，咱人有上帝能力去拼，咱人做工做头无做尾。Amen。上帝甲咱人讲话，列大记上第四章第十节讲，亚比斯这类人咧，一出事的时咧，伊嘛真正讲，真正坎坷。有人问天了啊，不多惊安尼大，真正坎坷的。但是你基督，上帝祝福的啊，是真正满足的。啊，你所生的爱生的，基督，按手基督，甲伊人讲话，唔通让外口的物件来影响你的生命，影响 baby 的生命。按手耶稣的平安，耶稣祝福你，啊，会使赶紧啊，你讲话了咯。你看上帝哇，真正有能力的。你家囡啊，家咧孙，你高伊人，哈，你有个人啊，直直爱拍拍了，希望伊会改变啊。但是这个款未改变的哦，啊，你无改讲骗话，伊家己好讲骗话的哦。哦，安怎？哎呦，叫你买食咧，食巧克力，买食咧，食。伊规嘴讲了巧克力，你一讲我都无食。你安怎讲啊？安怎去变？
按照去去压来压去咧，还是都几多？都几多可以啦？你咁样长嘴嘅时，边讲一二三，长一步二三，一二三四，长一步大字，免了，这是过差了。但是咱人有做话了，哇！上帝创造你啊，你水啊，你目睭该金了咯，你该够听话。上帝祝福你，做头无做尾。上帝好你这个基督的灵眼，哦，你会晓爱上帝，因为上帝爱你。哇！你家个囡仔讲，哇！伊就笑了，伊开个面笑，啊！伊哭唔要紧啦，有笑啦，伊哭啦，还是你感觉到，你是真满足，因为你将上帝话来影响伊的生命。上帝话是生命，上帝话是祝福。亚比斯这边列大记上第四条第十节讲，亚比斯伊的名的意思就是痛苦，因为伊的骂声伊坎坷。哦，有个人生日啊，生日不啦，文丁了生囝，真正影了，这埃及去就出来了，这安尼都几多啊？了几多？这个生命痛苦，因为伊的骂坎坷。你要看到这件，打到这件，也比是也比是痛苦痛苦，打到这一骂就想，哎呦，我打到这里被叫我的件，和我的记住，我是痛苦，我真正受苦的人，还是上帝给咱新的生命，让咱有新的希望，因为耶稣祝福咱，也比是基督，伊无好伊的名影响伊的生命，伊家己讲，甲上帝讲。愿你舒服好我，会使求个上帝哦，祝福无？还是我人家咧讲啊，大家只求多、求多、求多求祝福。但是你做个了好物件，干了做掉掉啊，你会使求因为你是上帝的家己嘛。啊，上帝深深爱我，大大祝福我，高高恩待我，哇，你生命！真正有意思的哦，这边讲到，你好我光彰我的境界，就是讲你的领土，你特别高，你特别基督的阶段，你特别高，你常常甲我同在，保护我，唔通拄着保佑我不遭害患难，不受艰苦。有的人讲无拄着就好啦。拄着了就无变啦，无变了，咱都特别改变。咱人有基督，咱人会看到真正大个改变。唔通就是讲无变啦，但是咱人爱看到改变。Amen。讲我是英雄战士，讲啦，讲对啊，讲我是英雄战士。英雄战士啊，咱人做兵特别加轻，咱人做兵无加轻。因为咱人有上帝军将情调，基督无煞。上帝来是要让咱人丰盛的生命。因为基甸惊，一惊敌人来陷害，安尼这阿拉要抢伊人的修行，伊去逃避了。你知影顶几人拍赤，咱人特别去大大个所在来拍伊个鼓啊，和伊个啊，即、这个拍赤伊个即个赤出来够够美啦。但是伊伫偷偷个条伫做者，伫即个做酒个位偷偷条做，因为伊惊敌人偷听啦。迄、那个点声啊，即、这个敌人合手，伊人无平安。头先有人讲爱平安。你人特别去平安的阶段，你特别去祈祷有阶段，你会晓祈祷，你都有平安。虽然你经过风雨，你因为你有祈祷，你听到上帝的话，你讲爱听，轻轻听，轻轻听上帝的声，平安。你人免去争了暗坑啊，因为你是世界的光，你是世界的盐。你要做一个大见证，和上帝的名得到荣耀。你是得胜的，上帝让你得胜，赢过魔鬼的试探。那个七年里面，以色列人面对的，因为伊人有双向，
因为伊人安尼做罪恶，伊人无追求上帝，伊人和这个魔鬼、和敌人、和伊人安尼做啊折磨、压力，伊人爬未起、喘未开、喘未过去啊！这个敌人的压力来，黑暗来了，黑暗的势力砍了伊人的生命，伊人达达只安尼款跪就丢了，还是上帝？看不开他的孩子和敌人来折磨来捆绑，上帝爱好你的事得胜，上帝爱好你的事欢喜喜乐，最最爱欢喜的爱喜乐的，主的喜乐是我的力量。当你有基督，你做丢丢了，你行丢丢了，上帝请你英雄战士，你祈祷，你无放下，你无安尼款灰心，你祈祷无煞，人看病哦，哈咪要买走了。你知哦，当一个人看大病啊，哈咪要买走，哈咪要买走，真正乱了。你知哦，真正迄个点声，还是讲无人去搞咧，忧郁症会来，伊人真正 depressed， 真正艰苦，激心。我收到这消息，这个兄弟等于一条 accident 啦，伊当然真正急死。但是咱人会为伊祈祷，有这个机会，要来鼓励伊。你知人着一个 accident 啊，着意外啊，真正艰苦不呐？你人好好的，身躯好好的，忽然间安尼翻起，着意外。很苦，但是咱人有基督，上帝，咱人将上帝的爱，上帝同在，来到人的生命。第一招啦，你就要基督啦。第一招你做到的就是基督啦。你看上帝一差派伊的天使来指点，因为以色列人被打喊了，很苦了，压力安尼济。伊人无希望了，但是一条树是讲，上帝疼爱伊人，上帝疼爱你，主耶稣在内心，主耶稣在我心，安慰我，予我生命，赐我平安，赐我喜乐，行过风雨路，伊会明白。伊拢了解，擦去我的目屎，予我真实在。主耶稣在我心，安慰我，予我生命，赐我平安，赐我喜乐，行过风雨路。伊会明白，伊拢了解，擦去我的目屎，予我真实在。摇啊摇啊，风雨吹袂倒，牵我疼我永远。的照顾，伊是我的信心，是我帮助，坚强我的心灵，耶稣真真好。上帝派天使来到基甸，甲伊讲，上帝已经。竞选你了，这个心声来拯救上帝的百姓。听到这位今日暗，上帝竞选你，竞选我来看顾你家己的家庭，聚聚大大小小，还未信任目主，这个点声你就要
借这个机会来分享主的话，好，上帝救恩特别领教伊人的生命，唔通让这个魔鬼来压力，来压制伊人的生命，让伊人上帝百姓有看到上帝工作，上帝喜乐，兄弟姐妹，你听到无？基甸一回应，想要兄弟姐妹用 Amen。我相信一人信主，全家本要来信主啊！主啊，基督啊，都唔通让伊人离开这个世界，无来敬拜主啊！主都拍开伊人的生命，让伊人目睭会开，心会开，看到上帝神迹，上帝所开始的，上帝要完成，上帝要完成伊的工作，伫人的生命，魔鬼都要倒，因为你基督。你有基督，你不能烦恼，烦恼不是宝。哈利路亚，感谢耶稣，感谢耶稣，感谢耶稣。基甸跟上帝说，这是不可能的，我办不到，这个不可能的，我做不到，安怎会站到这个破口来祈祷，做这个祈祷的这段，我做不到。但是上帝跟你说，跟我说，我给你这个恩膏，给你这个灵力，你会去这个这段的祈祷的这段，来影响你生命，影响你家庭。哈利路亚，打手我主，哈利路亚，因为我竞选的来拯救我的百姓，我竞选的来影响家庭。你知道上帝安尼对着基甸的生命，因为伊的爸爸有起一个祭坛，都是偶像的祭坛。就是人信耶稣了，过去看命，看风水，你店大门安尼大，该。车改车南部啦，因为洪水讲哦，车南部，恁头毛不啦？你头前是多顶，过下一个加长布鲁，过加了一个金竹来的金啦，这个镭哦，嗡嗡就要接来了，有人安尼看做无？过一个讲哦，李连都哦，一看命诶，一看洪水诶。哦，新车要来了，你特别爱来爱银纸嘛？你坐爱银纸坐坐嘛？你爱银纸多多咧？你就着银色、紫色啦。今晚我就着紫色啦。阿妹，还是上帝祝福，是默默阿妹打住我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啦，得胜。个德性，因为那人圣经耶和华沙龙，上帝爱拍到伊爸爸的阶段，都、就是偶像的阶段。魔鬼来破坏、杀害、毁灭。我跟你讲哦，伊个路唔是个路，个路参详了，无了，无肯讲啊。就爸爸先含不能无去了。魔鬼来的时，但是耶稣讲我来。哇！你红色的生命无？你爱敬哦，你很敬哦，你爱敬阿咪？耶稣红色的生命都是上帝旨意来，上帝天国来，上帝旨意行到主啊！我要顺服神，他魔鬼魔鬼的看离开我。你读的时都忙挪卡读啦，挪一条不多，即卡了。上帝，哈你灵力几多？唔通碰诶！基督不说，哈利路亚！你看啊，伊所经历的话啊，是真要满足的。伊去这个阶段，耶和华撒鲁姆都是平安的阶段。上帝该讲话，伊做阶段先，上帝该讲话，你别解决你爸爸的阶段。信了耶稣，除了我之外，没有别的神。有了我以外，有耶稣了，无个别的神了。你别再个拜拜了，物件了，别再拜了，别再相信这个迷信的物件了。
穿件衫，我唔知嗰人穿件衫，眼子，嗱人唔通学眼子跌死，嗱人特别赢过这个环境，因为耶稣和嗱人得胜，个得胜，耶恩上加恩，哈利路亚，嗱人都免去灭掉了，嗱人是偷棒的，嗱人有得胜的，感谢主，多谢主，感谢主，阿罗主。那人达达日特别欢欣欢喜，基督不算。阿拉来，赐他们来，赐给我们来，常常欢喜，基督不算。凡事感谢上帝，救我、医我、祝福我，上帝爱我，深深爱我，高高恩待我，大大祝福我。哇，上帝灵力满满盈盈。充满，你一点钟的点声已经过了，一点钟已经过了。哇，你感觉到24点钟，我一点钟我交予上帝了，因为我有基督，我有敬拜主。基甸安尼看，人不是人，但是信靠顺服上帝，信靠顺服上帝，人一念路，一不念路。上帝带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应该去这个祝福的所在，11年，这边特别等40年呢。因为伊人念路，伊人做唔到，但是咱人今日暗，咱人无念路了。哈利路亚！这个地，这个路人是心，是活命的地。路人已经交予上帝了，我相信路人的信心真正大了。路人要看到，哈利路亚，明天会更好。哈利路亚，今日比昨日更加好。Amen。哈利路亚，咱人平平站起来，咱人将这点声5分钟也好，10分钟也好，咱人和专心和上帝，哈利路亚来充满咱人的生命。哈利路亚，这首歌轻轻听，真正真正有灵力来充满咱人的生命。哈利路亚，感谢主。古拉玛卡拉玛西里里里里基安呐，洪巴卡拉玛山呐，今日暗阿是讲你开始，安尼过了你无这个心去祈祷，你要抽时间来祈祷，半点钟也好，敲的响声来祈祷，分别为圣，就是讲来到上帝面前，甲主的话，你甲上帝念。了过后，佫加一点声，你会使找你大波人、查波人，今日白白祈祷，真正有灵力的圣灵要大大做工，以圣灵的风要来吹啊吹啊，圣灵的风要来吹啊吹啊，哈利路亚！你需要温哥，上帝圣灵的温哥要充满你今日暗，哈利路亚！你的祈祷佫无想了，因为你要去祈祷的阶段。哈利路亚，无想了，你看坏，无想了，因为上帝领错路。哈利路亚，你新婚，你新婚就是英雄战士。哈利路亚，感谢你无惊命运，你是一个有命的人，就是上帝拣选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门。让人开让人心来敬拜主，轻轻听。哦，库拉玛沙那拉拉玛西里里里亚那。Oh, hallelujah. King, King, Tia, Guabe, King, King, Tia, Guabe, Tuan, Sing, Tia, Tue, Sia. King, King, Tia, Guabe, King, King, Tia, Guae, Baji.真着我的声，伊是大牧者，伊知我的名，我一生爱听主的声。伊是大牧者，保守我生命，伊的羊。真着伊的声，轻轻听，轻轻听，我。
要轻轻听，我要专心听主的声。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的无字尽着我的声。伊是大牧师，伊知我的名，我一生爱听主的声。伊是大牧师，保守我生命，伊的名真着伊的声。伊是大牧师，伊知我的名，我一生爱听主的声。伊是大牧师，保守我生命，伊的羊认着伊的声。伊是大牧师，伊知我的名，我一生爱听主的声。生命，你的羊认着伊的声，伊是大牧者。哦，拉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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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列列利亚纳，乌拉巴拉巴，谢列利亚玛卡拉巴索拉。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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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乌拉玛卡拉玛山纳，乌拉玛卡拉玛山纳。Kulama kalama seni diyanda, kulama lama şana lama la sana, oh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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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Hallelujah, Yesu, Ya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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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ulama kalama şana.牧者，保守我生命，你的名记着伊的声。举了手，伸手按了了心，按这个感觉就真正是阿力和阿弥陀佛控制了你的生命，你决定。今天是突破的日子。今天你要看到上帝的光，因为你去到这个阶段，祈祷的阶段。上帝的荣耀要来充满你的生命，上帝的荣耀要来充满你的环境，上帝的荣耀要来充满你的家庭。哈利路亚，大大细细，上帝的荣耀要来一点。黑暗就要离开，上帝的救恩临到我人的家庭。主啊，基督，我知道都唔通可以人离开这个世间，无尽目着你。奉耶稣的名，我将伊人的名交予你，交咧出来的人，我上帝耶稣，耶稣，你纪念了伊人，开伊人的目睭，会看到你的荣耀，打开伊人的心，目睹的心，石头的心，铁的心。主啊，你爱来充满，你爱来医治，耶稣来医治有伤痛的、结心的、病痛、阿拉金条伊人的生命，无人会金条伊人的生命。今日暗，伊别人将伊人的生命，和耶稣来金啊。耶稣，你给伊人的手，哦，哈利路亚！伊人该灵力，一受贪你的灵力，你的医治，关注你来看顾，你来看顾，关注你来安慰迄个坎坷的人，
激心的人，主啊，你来安慰人，主啊，你来医治人，主，可以让得胜，可以让逃亡，可以让认耶稣，信耶稣，做耶稣的子子。今日暗将一切交予你，我能会做到这边呢？我能会点声是交到这边呢？我能唔知要安怎做较好？但是你是行神迹的主，你超过人的能力的主，因为你是全能的主，你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万人就跪拜，万吹就圣经。耶稣是主，耶稣是主，哈利路亚！感谢你，感谢你，奉耶稣的名，我祈祷。